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的，无不因为耶稣的名而屈膝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思考抵挡魔鬼这个重要的主题。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的，无不因为耶稣的名而屈膝。意思就是说，当天上的天使天君、地上的活着的世人，或者地底下的过去的圣徒，听到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代表着耶稣的名是大有能力的。因此，当我们面对魔鬼的时候，要拒绝魔鬼的时候，要抵挡魔鬼的时候，靠着什么呢？当然是靠着耶稣宝贵的名。今天我们要奉主的名过今天一天得胜的生活。这首诗歌带领我们来思考宝贵的名，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怎么引领我们过得胜的一天。愿神祝福你平安。